先生你好，杨太啊，年轻人呐，要学会讲规矩。请问，老爷子？今天如果你不答应，可能就出不了这个房子。这里可是我方老爷子的地盘。姓名，董华伟。年龄，35岁。讲讲详细情况。三大家族中最有实力的大毒枭方作鹏被人暗杀了，临海城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，他的长子方天仇也回来了，他的养子方天赐，他的小儿子方天狼，我想他们这次是要为方作鹏报仇吧。找谁报仇？张太。张太也是个大毒枭，现在他想一家独大，方作鹏是他最大的障碍。在我这里没有军衔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直接领导。你们昨天抓捕的毒贩是这个案子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根据董华伟的口供和我们现有的情报，方天狼和方天赐将在明天在海西钢厂进行抢劫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对二人进行秘密抓捕。董小凤，你负责指挥这次行动。天狼兄弟，行。狼哥，好久不见。这批货我刚才看了，成色非常好，所以这次我希望走的是我们家的黄金渠道，因为我不想有任何损失。都是自家兄弟，你
你们的渠道，我放心。方天赐在哪里？这里有我，你帮凯旋。教你的锁都忘了。自责，担不起。方天赐跑了，谭凯旋跟他打了个照面。我想一追到底。这次猎狼行动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们必须尽一个彻底战士。方天赐线索实在太少，我会为此消耗很多精力。你暂时撤离吧，待命。小峰，什么样的机会？我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到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这就是你蛋糕？蛋糕？中国汉堡？这不肉夹馍吗？学学学，赶紧学！我，王占奇，今天对天发誓，我愿意和龙啸峰、谭凯旋，今生今世不离不弃，哪怕有一天我战死沙场，在我忌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不给我一瓶酒，外加三个中国汉堡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俩的。说什么呢？你别瞎说。全部消失，你愿不愿意干？我愿意。你这次的任务是去接近一个叫方天厨的人，搞清楚他们运毒的线路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。他的资料在你左边抽屉的文件袋里，你要一字不落，死死给我记住。以后在任何场合，都不能暴露你以前的任何信息。方天仇内部报仇，就在高新品区住宿。你去找一个叫赵子弹的人，剩下的就靠你的脑子和拳头。赵子弹。打拳正拳找你，十万，三七开。叶子哥！哎呀，叶子！这边开始，我打到那边去。
这回能不能获得新配方，就全靠你。哎，我不管你们陈仓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兄弟，哥，善哉善哉，我来祝福了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 师哥，一点都没变，我还能怎么变？谢谢一个。哎，师弟，修行之人。师弟啊，你这三条腿，也就剩下中间那条挺硬实的。不，这也是术业有专攻。什么？今天啊，我就特意给你带来一双走道的。韩东。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的杜达夫杜博士，杜博士，你好。行，太行。
跳。哎，我还以为天赐哥回来了呢。天赐哥，比子弹快。哎，怎么样？马上去联系华东总部，让他们给我们引荐杜博士，免得让张太强那些难要我们背的。还有，我们得尽早去见那个叫林兆辉的。去楼下实验室。张太能给你的，我同样能给。期货上市，只要货比三家。谁出的价码高，我就卖给谁。杜博士，您听好了，无论张太给你开多少，我方天仇永远高出他一倍。我非常佩服你的魄力。再见。灵狐，去
对不起，我老婆孩子都在张太手里，你不死，他们就得死。玉儿，你跟了我20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。啊，你应该告诉我，咱们一起面对，或许能救下你的老婆孩子。我没办法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彪哥，先把枪放下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放了你，他是无辜的。我太佩服你了，天哥，死到临头了，还不忘收买人心。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永远收买不了你这个狼心狗肺。开枪。急得要熄火，
我是能死吗？新货的配方刚交给你，我还没来得及上手，就是能死。我让你照顾他，我现在我师弟死了，你要给他陪葬，我打死你！打死我！你光这个人，这个世界上谁都治不出心话。哎，慢着慢着，给我点面子，先留他小命一条，万一他培植成功呢？小子，叫什么名字？韩栋。铁林，把所有在外面的弟兄都给我召回。好。哥，这里比较安全，先住这儿吧。天天，这就对了。越是关键的时候，越要胆大心细。我觉得苏曼人挺细心的，也可靠。你认为呢？他跟了父亲有十年了，很可靠，没有问题。咱们是要联合林兆辉一起灭掉张太吗？我听说他请了一个制毒师。制毒？毒教授？不是毒教授，好像姓韩。韩？我的手艺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那好。我靠我的手艺活着，要是让你都是的，如果你治不出心火，我会亲自卖了你。那你刨坑吧。这活就看他的了。对了，咱能找个好点的平民师，只要万一出了差错，我让你给卖了，我都不管。好，把熊爷给我找来。老板，他醒了。终于醒了。我以为没法相信，是谢了，你救了我。挺该的，大哥。好好休息。你的活我验过了，那真是极品，极品中的极品。兄弟，那林老板那边？那个好说，好说。那就有劳兄弟了。太客气了。
这样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人算天算，谁都没有想到新的配方会在我手里。韩东，你干得不错，以后就跟着我干。我韩东再也不想干紫薇的事。我只想跟大哥一起干大事。以后你就是我这里首席制度师。方天仇这个家伙必须得死，还有他身边那条狗，要不然他就活不到现在。好，我一定会帮大哥灭了方天仇，再那条狗。查房。大哥发这么大火，一天不灭了这个方家，我浑身都不自在。现在又冒出了林虎，敢为方天仇挡子弹，虎哥，老板让我来给你送衣服。
事情平息了，你把你姐也接过来，啊，毕竟她在外面打工不容易。人各有梦，我不想再打扰他们，我只希望他们过得好。我发病的时候拖累的挺多的，我挺对不住我姐的。反正我也想好了，来到这里，我不想和他们牵扯太多。你姐夫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记得挺搞笑的，嗯。信不过我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你还真不如杀了我。怎么了？这不是闲聊天，聊到这儿，我绝对没有对你不信，一点都没有。就直说，我本来以为自己为你挡了一枪，替你去死，没想到我又活过来。我没有一技之长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为你做些什么。我想你能看得起我，拿我当兄弟。我可以把我这条命交给你。今要是觉得我方天仇到现在还不信任你的话啊，可以，我来陪你。这一样，都是我父亲把他们收养。我懂，我的命是大哥的，我只认大哥。啊，明天我要去见林兆辉，表面上是喝喝茶，实际上是谈出货的事情。就好了，来，坐。
一路上辛苦，来。先喝口茶。对了，天桥，大家都自己人了，需要什么帮忙，尽管跟我说。我最喜欢直来直去，下个月我必须得出，就算货物没结去一半，我也认了。很简单，谁先出货，规矩由谁来定。到时候您的货会按市价来收购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价钱不合理，你尽管砍价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有这个命吗？方天仇，今天你出不了这个大门。啊！天桥是我好兄弟，你在我这里动刀动枪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人的炸弹，如果把这炸品弄出意外来，谁来负责？把枪放下！放下！天桥，别生气啊，误会。有话好说。没事，田老板。啊，天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好，哎，您得送送我们吧。啊？好，你们林家跟我们方家是世交，啊？我父亲说，你是他最可靠、最信任的小弟。放心，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生死由命。新型毒品，那有什么用啊？
黄金渠道在我手，你却跟他串通一气。姓林的，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我父亲的死是你一手策划。严乔啊，时态变了，我们要与时并进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联手把张太干掉，一起发财，你来当老大行了吧？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你不懂得珍惜。哎，等等等，严乔，念在我跟过你夫妻的情谊，请你忘了，小人还谈什么情谊？这是我的小兄弟林虎。好，过来接兵。大哥，好，这是我新收的兄弟林虎。你好，我是方天子。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听都听成熟人了。你是大哥最信任的兄弟，却在大哥最危险的时候总是不见。好了，咱们谈正事吧。啊，天成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就奇怪了，你也不问问我和傅永清之间到底想干什么。那些我不懂，大哥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我希望你能帮到我，你和天赐一样是我信得过的人。咱们之间从今天开始再无秘密。我还想去个地方，
方家的列祖列宗，父亲，妈妈，我会保护好天子和天灵。儿哥，今天是你的忌日，我们来看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龙啸峰，我王占奇，我谭凯旋，愿做一辈子的兄弟，今生今世不离不弃，永不背叛。你负责组织这些兄弟。算我兄弟的一命之差。我对不起你，会把你带回来。为什么不把张太显灭？时机还不成熟。你看张太现在搞到了新配方，成本加下来，囤积了大量的货。一旦让他打开了销售渠道，我们真是一条活路都没有。大哥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行不行。我的路上再来个黑吃黑，既让他收不到钱，也损失了货，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再说那批货在他们手里，他们没有黄金渠道也发不出去。你刚才说他们现在缺钱，如果他们不用我们的黄金渠道，再让他们找到一条自己的路，那我们就被动。按我的规矩办，还来个司机跟我谈，哼！怎么，方天仇来求和？这不正是利用他的好机会吗？别忘了，最安全的黄金渠道在他手里，咱们大可不必感情用事，这顺水为人情，还能显示大哥的虚伪。何乐？你可知道，这一次合作不比以往。大哥身边没有几个可信任的人，你说该派谁去呢？
见面啊。方老板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兄弟林虎，你们以前见过，接你的王天林、苏曼。来吧。老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一共两条线，要记得很清楚。非常。方老板慢慢看，出去方便一下。林虎。气是不是？你他妈是不是不服气？兄弟，我老板请你过来聊两句。客气了，医生说，请带你。好。林虎呢？我吃肉夹馍，中国汉堡。少安活吧，玉兔。说句实在的，你和我都不适合这样，尤其是你答应我，你干完了这片大的，带上足够的钱，远走高飞，去过正常人的日子。
哥呢？那你杀了我吧，我只求
也能照顾我的家人。你是方天仇的眼线？是，我是他的眼线不假，但是我只想跟着你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就杀了我。无所谓，你把我卖了，我最多一死。你怎么？虎哥，你觉得你死，我能有什么好吗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不相信？方老板辛苦了，你更辛苦。行。我张太一直都讨厌规矩，但你的规矩我懂。猜错的话是郭靖的账。郭靖的茶很不错，但是好茶得静下心来。你说呢？咱们还是去看看你的新货吧。啊，好，请。上了天赐，你当时在哪儿？啊，你个大活人当时在哪儿？给我一解释，你当时在哪儿？大活人，你让我解释，你让我解释，我怎么解释？他杀了他，我又杀了他，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早点让我杀了他。
会再重逢的。虎哥，走吧，不能时间太长。养了个卧底，一点觉察都没有吗？最好把货还给我，要不然我整死你！张太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刚刚是你的手下之徒是韩东，杀死了我的亲弟弟天子。我身边的这都是，也他妈的是卧底啊！觉察都没有了，他可是我的人。他告诉我，众驰纵火，连虎跟韩东都他妈是卧底。啊！
还他妈打什么电话？把相公召进来处罚。出去了，你敢吞我的话？哈哈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听说你很能打，今天我要看看你有多么能打。呀！呀！Yeah.
从来都没有。想相信你一样去相信任何人，把你当兄弟。为什么出卖我？大哥，你枪里的子弹本来就是留给我的，失去兄弟的痛苦你我都刚刚体会过，今天无论如何你我中的一个都将再失去一个兄弟。你真的杀了天赐。天林，你也给我杀了啊。警方先后出动数千人，成功缴获毒品海洛因和新型合成毒品1600公斤，抓捕境外武装运毒人员、境外毒品走私贩卖人员数百人。此案涉及毒品数量之巨，抓捕贩毒分子数量之多，都属于罕见，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打击毒品的决心和力量。哎，我龙啸峰，我王占奇，我谭凯旋，愿做一辈子的兄弟，今生今世为缉毒生死与共，奉我兄弟者一命抵偿。每一次凯旋归来都预示着一次新的开始，战旗在你心中永远不动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